晚上好。什么露露好啊，我不是狗，怎么回事？晚上好，我家狗正在睡觉了，应该说它竟然还在睡觉。今天化了一点妆，因为今天下午出去了。哎，声音变小，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我听2018年听的比较多。谢谢你的大饼，谢谢你的荧光棒。最近听的的确很少了，谢谢荧光棒，没有什么时间听，谢谢荧光棒。杭州也还行吧，穿一个卫衣在家的话。谢谢奶茶，谢谢奶茶。什么红？你是指哪个红？口红太红了吗？应该还是冷了一点吧。脸红？没有啊。是没调好吧，可能。我没有调那个美白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像这样就不红了，可是这样太白了不行，还是调回来一点对吧。谢谢野菊，谢谢荧光棒，谢谢玫瑰花，那样太白了。对，谢谢荧光棒，穿了。对，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被气的问我这么脸为什么会红，被气红的，生气上头了，你懂吗？那我这娃娃方便了，展开不了了。对，被我家狗气的，被那个刚刚那个狗给他吃东西不吃，就是粉丝给他送的那些，就是那东西嘛，就很搞笑，就像棒棒糖一样的那种，就是零食嘛，狗零食。然后我就给他吃。他闻了一下，他头这样撇过去了，之后我就把那个棒棒糖，就是狗零食啊，不是真的棒棒糖，就上面是一块肉圆的，然后就扔在他面前，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在吃了，他就不屑于我给他吃，一定要我扔在那边他才吃。他平时，你说狗平时吃啥他就吃啥呗。谢谢荧光棒。对，我要喝喝加多。哎，对哦，我家里有一箱这个，我不都不知道哪里来的，我就拿了两瓶，降降火，真的，我的确是要降降火，我真的火气很大。什么随谁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回家气色好很多？难道不回家气色就不好了吗？可能是灯光问题吧，我觉得。谢谢荧光棒。我现在，你怎么一喝就拉肚子？不会吧？这个不是很正常？可能你喝的冰的吧？谢谢荧光棒。我没有调高清啊。谢谢奶茶。可能你自己肠胃不好吧，但外面还是蛮冷的。谢谢荧光棒。凉茶有的人不适合。不是啊，在家也有那个，就是灯可以调的呀，不然我怎么那个呢？直播呢，没有东西固定住它，对吧？这头发是这边的吧？谢谢荧光棒。王老吉和加多不就是一样的吗？难道不一样吗？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谢谢巧克力，谢谢。不一样，改名了。两家还打起来了，我不知道，不了解。真的不了解，换一首歌，换这首。谢谢荧光棒。
哎，太亮了，我知道，肯定是因为你看 iPad 开了之后就很亮，关了就不亮了，对吧？在家吃饱了吗？谢谢尹妈妈，在家也可以不吃饱，就看你想不想吃而已。这东西也没有什么多吃不多吃。谢谢戴安娜饮食，谢谢你的奶茶。对啊，饿了就吃呗。为什么不吃？妈妈会骂的，那是你吧。谢谢荧光宝，你这么大人了，你想吃啥不就吃什么吗？对吧？自己被骂，别说我。谢谢奶茶。谢谢荧光宝，谢谢荧光宝。我在家，我妈没有烧饭这几天，谢谢奶茶，我都出去吃了。谢谢巧克力，因为他问我要吃什么，说实话我想不起来我要吃什么，没什么特别要吃的，真的。我昨天晚上还喝白粥，所以我好想喝白粥，其他没什么想吃。之前回去也吃过，就还行，就我要吃不就回去回家就吃不就行了吗？你喜欢吃白粥喝白粥吧，应该是，对不对？我妈厨艺还不错，但是我现在的确不想吃什么，我有点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点在吃这上面还是有点没恢复好，其他也不是很想吃，最主要吃的也很少，而且我妈也说我吃的的确很少，跟以前不能比。对，也只能慢慢来，你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怎么着吧。也还好吧，也没有特，的确是瘦很多，跟以前比，那又怎么办呢？又胖不出来，也不是说胖不出来，就人就这样了。我也不想去管他胖还是瘦这件事情了。谢谢荧光妈，谢谢玫瑰花。什么叫感觉最近很喜欢你？你意思就是说之前也不咋喜欢，对吧？谢谢荧光妈，就意思也说之后喜不喜欢也是之后的事情了，只是最近。的确也是有这个道理。对吧？我没有会不会啊，就是这样啊。我厨艺不进修，我进修厨艺干嘛？我又不是要给别人烧饭吃，我长这么大又不是为了烧饭才活在这世界上，又不是煮饭婆，干嘛呢？而且最主要我不喜欢，所以我可以选择我不。谢谢荧光宝。直播主播那可算了，别把手机给炸了吧，真的真的别把手机给炸了，会有生命危险，我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决定我还是不这样子做比较好一点。谢谢荧光宝，为了自己的安全，谢谢你的戴安娜。哦，我的嘴唇皮好干，然后撕皮撕掉了，那我涂了唇膏。谢谢奶茶，可能秋天天气干燥，但炒饭谁都会做好吗？谢谢荧光宝，谢谢荧光。虽然我不会烧这样烧那样，但是我煮那些就是方便面那些东西，就是最基本的我还是会。谢谢奶茶，至少饿不死，对吧？把它烧熟这次我会的。
对，然后再下点水饺，吃点水饺，谢谢你的荧光棒。我没有工具煮泡面，现在我现在房间也很乱，我现在真的我房间也很乱，东西太多了，大家的房间都很乱，真的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跟阿姨说我是里面房间最干净的一个，因为也挺乱的，已经东西都堆到外面了，懂吗？堆到外面一个走廊，就是有一个侧面的那个走廊是没有人走路的，是一个死角的走廊，那里面全是我东西。打包寄回去也没有用，我家里也很多东西。谢谢荧光棒，家里面全是这玩意儿，真的家里全是这玩意儿。我刚还看到热搜上面新大陆怎么上热搜了，谢谢奶茶，谢谢奶茶，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真的。不啊，我觉得新大陆和梅梅的话，还是虽然没有把那个林娜贝尔给带回来，那也不需要带回来，就是以前的，在家里待了好久的，一个是睡眠的，一个是那个自己弄的一个，给他装了个支架的新大陆可以站起来，但是自从我把它弄好之后，我再也没玩过它。睡眠那个还蛮舒服的，那个就是抱起来还挺舒服的。对，现在不玩了，过气了，对。已经过期很久了吧，自从他出来了之后，不是，自从我感觉我很久说实话都没有弄这些东西了。这个新大陆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那就是两年前的时候还挺喜欢的，现在早就是失宠了，话都不会讲了。林娜贝尔其实对我来说吧，就是还好，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还是还行吧，真的。因为他太火了，让人不关注都不行。谢谢荧光棒，对吧？就是到哪儿都是有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就只能这么看着了。下次出新的话，那估计要等到明年了，至少这半年不会出新的吧。刷个东西都是贝尔，不会吧？你看了一天他的视频，不至于吧？没有那么喜欢吧？谢谢荧光棒，大数据，我再怎么我也不会刷一天的视频都是这个。对，我化妆了，怎么了？我不能化妆吗？谢谢奶茶，我稍微化了个淡妆，不行吗？虽然像没化一样，因为我没有带化妆品回来。谢谢荧光棒，谢谢夜蝶。我明天还要去彩排啊！什么是花木兰？那还是花木兰吧。如果是尼克和花木兰比的话，还是花木兰。谢谢玫瑰花，谢谢光光。对，其实今天就应该回去了，但是我实在是不想。他说回来一天我就第二天去了，我说有病，我就是除非我有病才是这样，我要在家里面再待一天，实在不行。也不是累，就是我才回来我就第二天又去了，真的是脑子有病才会这样。而且只是明天彩排嘛，那我今天可以自己就是，对吧？没必要，真的。对，不想赶路，真的。什么歌啊？什么歌？你是说那个表演的歌吗？
不是，这首歌是你，这首歌，哎，算了，这首歌应该大多数人应该也没听过，算了。你哭啥、啊、这一首，虽然我知道你可能哭的原因，但是就对，就控制一下自己就行了。你这虽然我知道你这哭也不是真哭，你这只是嘴上说一下你要哭了，其实也不是哭了。礼貌一下。其实我生日时候想唱，我生日会的时候我想唱莉莉的歌的《谢谢你光膀》，但是他只有，对，他只有那几首、哦，而且那一首还不能唱，就是他也没在现场唱过，然后我觉得我也别唱比较好一点，是，也不是版权，就是他可以唱的那几首。我先不说是哪几首，也没几首，大概也就只有三四首这样子吧。对，里面有一首《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其实我很想唱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在现场唱的话，我觉得我也肯定有原因吧，那我还是不唱比较好。虽然我挺喜欢这首歌的，我2018年的时候天天在听这首歌，就过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电脑是天天那里放，谢谢你光芒，谢谢你光芒。哪首？就是这首，哎，我刚放过，对吧？我刚放过，谢谢你光芒，谢谢你光芒，谢谢你光芒。虽然我还是最喜欢《无用》这首歌。什么歌词？我不是因为歌词，我是因为他这个调。我从来都不是因为歌词。先喜欢他的旋律，然后再……对，就因为那个词，所以就没有现场。然后我也找了很多歌嘛，然后还好就找到有自己喜欢的那几首可以唱，还行吧，我觉得接客的话，就是在新专辑里面我可能最喜欢的还是无人知晓和那个粉丝的情书，其他的话听的没有那么多，而且他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好像很忙，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听，而且我一直在还歌，一直在听你们点的歌，完全就是没好好的听他那一整张专辑。那时候对我还手术吧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哦就很忙，就感觉每周都有事情要做，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时候害我没有好好的听，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些什么。现在停了，现在停了，然后呢？现在停了，但我还是要还800首歌呀。不是吗？眼神空洞，呵呵，我后面头发扎得起来呀、啊！谢谢你的皇冠，我当然扎起来，我上次剪完我都能扎起来，更别说现在了。现在暂时不能点歌了，你这800首，你点到明年你都听不到呀，对吧？而且我现在就不能，头发养的怎么样？你觉得我现在头发养的怎么样？不就这个样吗？头发。
对，再点真的是预约要两年后，真的是。我头发能扎起来，但是你说你要把它扎高的话，那还是蛮难的。扎低的话还是可以，扎低的话还是能，扎高的话还挺难的。嗯，头发乱掉了。那什么来着？扎高之后。不行，你若扎高吧，它下面头发全掉下来的，是真不行。真扎不上去，只能扎低的，高的我得分两批扎。卡了，这都卡，我都换了这个新的网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网，但是不好理了。卡静音了，真的假的？卡无声了，现在呢？我用了我自己的网，肯定我妈在那里看电影啊，什么东西吧？对，看视频，抢了我的网速。老是连错网，老是连到我这边的网上去。上次连蓝牙也是连到我这儿。不，他不看我，让他别来打扰我直播。我说你每次来直播，每次来看我直播，或者是就是在我边上什么的，谢谢你，王宝。我说别人的下面都是叫你，你就让我很尴尬，我没有东西可以说，我只能呆呆的看在这儿，站坐在这儿看着你们那一排全是叫的阿姨，懂吗？你让我说什么好呢？那不是我尬住了吗？我说你还是别来比较好。谢谢荧光棒。对，谢谢巧克力。可拉倒吧你！哎，我明天还要洗头发起来，一想到这我就很烦，每天起来还要洗一次头发，而头发又长长，不是又长长，是又长又变多了，感觉我头发就又蓬起来了。但我上次剪完之后，我觉得我。很轻松，对，上次就是把头发打薄之后感觉头发很轻松，现在感觉又变厚重了。谢谢玫瑰花。我之前不就是我一开始剪的是中长发，我现在慢慢的变短一点，其实也没有特别短，算是短发吧，反正嗯。对，短发的话容易长得快一点，也不是洗发水的蓬松，是我头发本身就蛮蓬松的，只能是这么说吧。洗发水不重要，用哪个洗发水都一样。
对，容易炸毛吧，有点沙，对，沙发我是，我自来卷，我这还是拉过的头发，没有拉过头发还要蓬胀，懂吗？对，我的发质也不是属于软的，不会还卡吧？我特地弄这样头发呢，其实就是因为可以显得我头大一点，就蓬松一点，就是修饰我的头型。真的是在修饰我的头型，就是你头不是这个样，头也不是头不是这个样。所以每次别人说，哎，你头发要拉直或者做一个软化之类，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就是要这样子，让它蓬松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需要，就是旁边我拉直的话，我让就是造型师，我基本上也不让造型师弄了，我让他边上别拉，或者就是只是里面那一层就是弄一下，就是外面还是要以这样的一个弧度，就感觉你的头是个圆的，对吧？你总不能你的头是一个什么东西吧，至少就是一个形状也得出来，你不要直接就夸一下子这样直的了，那就很怪，对不对？哎，我点了个什么东西来着？大圆球是什么东西？我脸型很大，也没有，就是反正就是在修饰嘛，就是看你哪边缺啥，你头发就是在修饰你的脸型嘛。不然你这头发长那儿干嘛呢？给你一个机会修饰你，修饰你自己。也不讲究，这就是你自己运用你自己本身的东西。对，要有审美，虽然我的审美嘛也就那样，但是总比以前好很多了吧。对，你头发长都长了，你要好好的运用起来呗。哇，这首歌好好听啊，这么听就很好听。以前审美，以前哪个年代的审美？有人说我衣服上嵌油了，哪里？在哪？哦，是，可能也许是吧，我也不记得。我是真的也蛮久没听这首歌了，不有那种，对啊，你这都能看出来，你这眼睛这是放大，你是截了张图放大看的吧？我自己都看不清啊，也太吓人了吧这。嗯，很明显吗？我都看不出来，在哪儿呢？像我今天说啊，对，我今天说什么东西来着，让我看一眼啊，哎，不小心进入自己的超话，看到了一组反图。什么什么被吞了，啥？这个是我自己对着我自己开了一枪吗？我要自己吐槽一下我自己啊，不是说你的图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那个我的动作问题啊，就是哎呀应该看不到，就是对着我自己的头开了一枪吗？这个我为什么有肌肉啊？我发现我的手上有肌肉，哎，好吓人啊。我对，我这次我看了一下反图，就我手上竟然有肌肉，就是虽然我那个手臂吧很细，真的是很细，但是吓到我自己了，真的是有点搞笑，就是我不知道我那个是怎么长出来的，可能是我平时我以前学校就是倒立的时候倒出来的吧，可能就真的是有肌肉，就是就蛮不可思议的，我只能这么说吧，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平时你们也知道的，我那个手臂是真的
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对，而且完美犯罪也是就很搞笑，就是有一种搞笑，就是太瘦了，你懂吗？然后那个手又很长，然后我那个手就很无处安放，做动作就感觉我整个手就特别长，就是有点怪，整个人就觉得，哎，可能就是太细，像竹竿一样，所以就立在那边，然后穿的那个无袖，就感觉有点怪怪的感觉，不怪吗？我可能自己觉得我自己，因为自己会放大自己的缺点看嘛，就很搞笑。所以我昨天太无聊了，我看了文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不敢说，怕我说了就是别人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这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是很无聊我再去看的，因为我们你也啊你们不懂，我们以前也会去看，说实话，然后那是很也不是说很久以前了，是以前真的是以前，就是我们一期生还没有就是一期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会去看，我还看过，对，我之前还看过我和思思的，也不是说我和思思的文章，哎，是谁和谁的，也不是说里面有思思，反正我总是。他和小爱当中的就是那个电灯泡，真的是我总是小爱和思思当中的那个电灯泡，真的很搞笑，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但真的很搞笑。工具人那倒也不至于，谢谢奶茶。我呢就是一个路过的路人，就是起到一些作用吧，可能那还是工具人。哎，什么？我看我自己的，我昨天我看完了就是数码宝贝的同人文，突然脑袋一想，哎，我去寻找一下，真的我去寻找了一下，然后因为以前就是要拿图啊或者看图的时候，我不会去点进去看嘛，说实话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觉得字太多了，我不会去看，然后也没有这个。心思和时间去看，你不听不听，那你就别听，我也没打算读，你怕什么呢？对吧？怕啥？我啥都没说什么，我就说了一下，我也不想读，说实话，你让我怎么读？是不是？求什么呢？真的，看看这个什么啊，一打开就什么办公室失忆，哇，这什么东西？怎么又是失忆？第一个就看到失忆，我不想看了，吓人！这个你这个叫我咋读呢？我没有读啊，我就读了个标题而已，我没有说别的，对吧？最主要你办公室你怎么失忆，你在办公室里面还会失忆，这一般不都是车撞了之后失忆，或者你脑袋砸了什么东西，对吧？哎，累了，谢谢你的夜景。哎，然后还有啥玩意儿来着，我看一眼啥东西啊，吓人读个名读不出来，真的读不出来，那我先看一眼，看哪些是可以读的。这什么草木，故地很少下雪，蒋云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是在他16岁的冬天，烟火味很重的地方会无意把冬天融化掉，哦，天哪太长了，这谁和谁还没有说，哎，不是我吗？刚刚不是说提到我自己吗？这什么东西？小云回来了，这什么鬼东西？小云一般都是我外婆才会叫我的名字，你懂吗？你懂吗？你不懂，谢谢玫瑰花。我外婆是真的叫我是叫小云的，就是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叫小云。
只有外国叫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啊，不是这个声音，这两个字，我就觉得你是我外婆。还是墨绿色的铁门从屋内打开，竟然还是墨绿色。谢谢你的玫瑰花，谢谢你的玫瑰花。别念了，那就不念了，让我看看啊，这啥玩意儿，什么，我后面还没有，不对，这小云是谁呀、啊、等会儿慢着，让我看看这小云到底是谁，好像不是我，好恐怖啊、嗯、算了我不看了，看不下去了。我以为这个人是我，好像是我啊，是我吗？难道不是我吗？可以了，结束了吗？那我不看，那我估计很多东西我只能看个开头吧。是我吗？是我吗？有没有人看过的人告诉我是不是我？是我啊，那就好，吓到我了，害怕。哎，这个我今天还发了，也不是发了，就是我截了一个图发给一个人看，我要给你们读一下，我必须要给你们读一下，一个拥抱能代替所有。哎，就把这是一张图吧，对，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一段还是可以的。他说蒋云其实不太擅长安慰人，所以也蛮怕见到别人哭的。诶，这个还蛮对的，我觉得那是我平时说的够多吧，就是说了很多次我不太会安慰人，对吧，这也不是夸奖你的理由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对不对，他说就好比某一天直播到一半，室友口口一啊不对吕一一回来，就对着自己无声大哭时，蒋云整个人手足无措，虽然当时当机立断下了播，但蒋云也确实不知道如何安慰眼前的人，只能在对方开口讨抱的时候轻轻拥住了对方。讨抱，这个讨抱是有点，让我想想啊，讨抱啊，也算吧，也算是，对，就是对，这个好新啊，这我好像前阵子才说过的。对不对，任由对方抱着自己哭。啊对，是，谢谢你的巧克力。别读了，后面真的不读了吗？真的吗？你们在害怕什么？很正常啊，对吧，我跟口口一，口口一向我讨抱，对吧，谢谢你的荧光棒。什么说353是病号房，我当时心里想什么病号房，哪种病号房，是嘴笨二人组的病号房吗？啊，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对，生日公演的时候有讲过，没想到这么新，就这么快的就写进去了，谢谢玫瑰花。后面不想读了，真的，让我看一下啊。就觉得，嗯，哎，就感觉这个好像感觉还是很适，不是适合我，就是感觉我性格好像还拿捏的蛮好。对，其他的我还没仔细看过。你别，你有一个朋友嘞。你有一个朋友和我有啥关系呢，对吧。对，没仔细看，就大概的就是粗略的稍微看了一下，其实基本上都是，哎，这个就是这啥来着，我看一下啊，什么一切似乎有些晚了，他们都30多了。谢谢你的荧光棒。他们都30多了，我其他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他们都30多了。谢谢荧光棒。
你看本人看的话就不会再看一些其他的那方面，就是总会再挑一些就是奇怪的方面，懂吗？真的是在挑一些奇怪的方面这样子。谁写的那肯定不能说啊，对吧？什么什么，为了让王小佳不再对他这个狠心的渣女抱有幻想，我要气死了。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气的，我是要被这个气死。哎，你们怎么回事？我怎么你们了？真的，我要气的眼白我都翻上去了，懂吗？哎，原来我在你们的心里是这个样子。喝点加多宝降降火吧，换个音乐，看淡了，我觉得这音乐真的是绝了，换一个稍微那个叫什么来一点的。你太猖狂，对吧？换这一首。不是我看不看，就是你们都写在那，不是要给别人看的吗？对吗？昨天才看，我真的是昨天才看的，我突然卡了，被看卡了呢，真的。因为之前我记得是几月份来着，我们队公演的时候，就是也就是最近也没多久，应该是马玉林还没走的之前吧，我忘了是谁在我们公演的时候，公演之前在读那个同人文，也是他们的啊，就很搞笑啊。对对，就是宁珂他读的，真的是珂珂读的，就是特别搞笑。哎，我的天哪，就是笑死了，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很搞笑，就是无法用谢谢你的话，我不尴尬，尴尬就是你们怎么老卡呢？如果看这些东西就卡嘛，什么意思，对吧？谢谢荧光棒。你不尴尬？不尴尬那就继续看呗。这什么东西啊？让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能不能看啊。我也不知道，太可怕了。为什么感觉都很悲伤呢？为什么都感觉很悲伤？真的是。我说哎，还有段奕璇往杨冰妮身后躲，这啥玩意儿？为什么还有别人？我以前就是我还看过一个是就是我们队的，就是有很多人，真的有很多人，就很好玩，真的还蛮好玩的。就是我说的好玩是写的还蛮好玩，好看的意思啊，是说。谢谢荧光棒，谢谢荧光棒。对，就是一般都是很多，就是当时就是很无聊嘛，就是看到有人在看，我也点进去看了一下。然后就一起看，真的是。这还有诗意画家草和驻唱歌手云，这什么东西 ？OOC 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今天一直在说 OOC 是什么意思。虽然我看小说，但是我不太懂这上面的意思。哦，角色崩坏的意思，懂了。那我还是不看了，都已经说这样子了，那肯定不是我的性格了。谢谢荧光棒，啥玩意儿？不看了，不看了，看看头像，看看头像。算了，还是不看了。看我那个表情，就是这样。每次看自己的那个，就是这种表情。什么什么？但主要我今天不是，哎，我今天是看了一个特别神奇，看了一篇文章，特别神奇。但是我不能说那是哪一篇文章，我也不能说它的情节是什么，但是就很生气。看完了，我的气就是不是就上来了，没有为什么。看的是数码宝贝吗？谢谢荧光棒。
哎，不，那内部里面我不是渣女。啊，谢谢谢谢奶茶，看着奶茶要说荧光棒了，我真的是谢谢荧光棒。对，为什么我？没有，我没看完，我没看完，我看了那一点点，看了一点点。不是我的问题，真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写的问题。好像有方向啊，哪种方向？谢谢荧光棒。没有，我倒还没有看到什么什么幼稚，我看的那些什么失忆啊又生病什么的，全是那个数码宝贝那种，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对，倒没有就是在这里面出现过，可能我也没看几个，说实话真没看几个。先把这个音乐开一下。等你们说完了我再继续，我不知道我要说啥了。你太猖狂这首歌。我远离了呀，我还不够远离吗？是你们自己要凑上来的，对吧？换 MC， 换 MC， 换哪个 MC 呢？首先 ，BGM 是谁唱的？这首歌谁唱的？有人知道吗？没有人找我，等一下，看看我这里面有没有微信。嗯，啊？卡住了吗？对，是我爱的女人唱的歌，不卡吗？吓死我，以为你是吕一，一看你不是。真的，我以为是口口一。谢谢奶茶。我到底有多少个爱人？你这话讲的，哎，说好的我是个渣女吗？刚刚谁写的？对，可生气了！我看到这两个字，我现在就生气，真的。那，气死我了！我不会像毛毛那样的，必须要把毛毛也带进来。对，抹黑我们白羊，对不对？谢谢荧光棒。我喜欢歌手有很多，基本上都是女歌手，喜欢的演员也很多，然后女演员和男演员都有，就是各种都有其实。但怎么说呢，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演员吧，就是没有，就是对，就是大概就只是欣赏那种好感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喜欢的女演员啊。让我想一想啊，让我想一想，比较就是，其实基本上那种类型的都蛮喜欢的。哎，我同事把音乐给关了，等一会儿。像刘诗诗。对，刘亦菲，对，然后还有蓝盈莹，然后还有什么周也，然后还有，对，我很喜欢他，不是刘也，是周也，真的，这个相差有点大了，听着，别吓我。对，就男女得要分分清，嗯。然后还有谁来着？其实大多数我觉得我可能喜欢电影的女演员会比较多一点。谢谢荧光棒。对，喜欢这种类型啊，周冬雨我也很喜欢，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就特别，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就是就感觉很气质很不一样，可能就会喜欢气质类型。对，周迅也会喜欢。其实都，对，就是这些，就是感觉就是可能会喜欢一些，就是也不是说上年纪的，就是稍微年龄会比较大一点，但也有年龄小的。谢谢荧光棒。什么？对，还有俞飞鸿是以前就是演那个小李飞刀里面的时候就早就知道的那个，真的长得很好看。谢谢玫瑰花。然后还有。男演员的话会稍微没那么多，谢谢玫瑰花。而且男演员好像很久都没有怎么，就是感觉好像没怎么太多的关注了，我觉得真的很少关注了。哟，我怎么又乖了？对，可能喜欢老演员会多一点吧，可能。但的确是看电影会比较多，我看电影会比看电视剧的多很多。然后可能喜欢的演员也是主要都是拍，就是走电影的这一块。但也会有电视剧的，还是会有的电视剧。我喜欢台词好的那种，就是一出生我就感觉哇哦，他这很不错。我闻过花香吗？你这个话问的啥意思呢？你这不会中毒吗？画皮里面的吗？我不记得了耶，我看过画皮啊，里面有这句台词吗？好像有，但是没啥印象。真没啥印象。等一下我看是谁找我，是不是又要，本来我今天还要拍一个东西。哦，录音的东西，那行。好了，怎么还有？哎，为什么我手机会？行吧，就这样子吧。嗯，我不怎么看韩剧，其他说实话我都没有怎么仔细看过。你不要问我什么韩剧、日剧啊，因为我这两年真的看的很少很少，基本上不看。换一首，我喜欢的《花花世界》。花花世界在哪儿呢？不是花花蝴蝶，花花世界好吗？我喝的什么？我喝的加多宝，降火的。但是呢，我觉得我被你们气的越来越火，火气又大了。不是被你们气的，我刚看的就是火气越来越大，已经降不了火了。我这时时刻刻都记着，我这人很记仇的，我已经记住了。还再看一遍，那你要把我气死。谢谢荧光棒。对，要换，都气成这样了，人不好，不是人不好，要气出病来，多不好，对吧？谢谢荧光棒。
我喜欢什么人设，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你们看到，哎，不是你们看到什么样的，我害怕你们看到的不一样的，还是。什么什么？谢谢玫瑰花，反正不是可爱的就行，别给我写可爱的，严谨一点。对，你这可爱的真的，我看到这样的我都害怕，真的，我都要思考一下这样的我是什么样的，很难，真的。别，这对，这真的是严重的 OOC， 对，我现在学会了。我以前我记得我看过我们一期生的，对，我们队的以前的大家的都在里面，就很，我不是说很好玩，但我不太记得情节到底是什么。不是重生计划的事情了吧，我也不太记得。48区我都不知道怎么跳的这东西。48区有什么歌来着？有破茧，这首歌是花花世界。每次听《花花世界》之后，就会想听《超级玛丽》。暗黑女神是吗？是黑暗女神吧？对啊，黑暗女神是那个美丽48区，就是后面换了一个18闪的那个，是那里面的歌，换了，它本来不是我们队的歌。黑夜女神队，什么回来了？是被吓跑了吗？ MC 吗？我都不记得，说实话，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些什么。还被吓跑，不至于吧？什么东西啊？真不至于。哎呦，把你脸给整红了！你脸红个什么玩意儿？真的是，哦，对，叫什么来着，握手会的时候又有粉丝来嘛，可把他弄得紧张的脸都红了，真的谢谢荧光棒，真的就可紧张了，真的紧张，我说你没必要那么紧张，真的，我又不会吃人，对吧，而且一紧张你又说不出来话，说不出来的话，那10秒就那么过去了。你刚开始你想说的第一句话，然后那边上 staff 就说：“哎，你结束了，你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多亏呀、啊，对不对？”下次真的要写好你要说什么话，写在手机上，直接过来拿手机给我看。真的，这样你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反正我不紧张。对，你会忘记啊，你直接拿手机写啊，写好了你到时候问呀。你就醒了嘛，这电卧肯定有人就是拿了一个什么纸写在边上，哎，你今天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什么什么，第二什么什么，第三什么什么，好，你回答我吧。就是这样。现在没有握手了，好像疫情关系没有握手，现在都不是都戴口罩对吧，面试呢。
你可以说成不面试的那种样子就行了，真的。谢谢尹王宝，开会老中医看诊，那我也没必要一个手戴在那儿。哎，以前我就是握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粉丝，他是中医嘛，他每次过来就给我把个脉，他就说我身体体质不好。真的每次就是过来一过来就给我哎，一下子就是把我反手他一下子就开始把脉了，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他就是对，真的每次都是这样，就每次就是看诊花了钱，就是医生花钱还给病人给看诊，上门医生，对的。然后还有一种是过来跟我讲星盘，很懂星盘，一过来跟我在讲，他给我分析一下，就是我的星盘，还有和别人的合盘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针灸你就算了，你会被抓的。真的，你会被抓起来。首先，你那东西就不能带，懂吗？你才艺表示你搬砖了，嗯，给我讲高数，那我这一把掀把桌子都掀了，听不下去了，真的。找个正骨的医生也是可以，一过来帮我头咔嚓一下震一下，嗯，对不对？谢谢荧光棒。人就没了，真的太可怕了。哎呦，让我看看啊，我最近也没怎么上微博，其实我可能过几天要把微博私信给关了，因为我本来开了只是因为要收一些图而已嘛，好收了好多图了，真的是就是真的收了很多图，然而我还没有修。过几天我要把私信关了，不然是太乱了。我里面，我是一个不爱开私信，也不是说不爱开私信，以前开过私信，但是呢，还是关掉比较适合。那我平时连我自己的微博，如果不发微博的话，基本上是不会上这个微博账号的。有什么可以其他上面问？什么时候开翻牌？翻牌一直都开着的，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玩绿洲吧。其实虽然我很想把绿洲玩成 ins 的那种状态，但是总感觉它好像也不是 ins， 就很怪，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已经不属于就是需要这些东西的那个成员里面了吧。不想下载 ins 了，就是虽然我有。对，他要翻墙你就很麻烦，就不想翻了，真的不太想翻。绿洲其实也蛮好用的，就那么用用着吧。对，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抖音吗？抖音的确我知道，谢谢玫瑰花。这首歌我记得去年佳爱有唱过，好像也是他 mini live 的时候他有唱过这首歌，我那时候在听他唱歌，但是很可惜没有跟他有合作。嗯，谢谢荧光棒。最近还提到了我吗？啊，没事，有机会可以。对，他当时唱哇哦，我就觉得唱得好好，因为他是专业的。之前是什么来着？
之前是有人催我吗？我也不知道。这首歌的确很欢快啊，对，的确是我最喜欢的歌手的歌。不醉不会也很好听，太多了，就我现在都已经，我最近真的也没咋听，说实话。说忙嘛也忙，说不忙嘛好像也这几天稍微好下来，就闲，稍微闲下来一点，但也没有完全闲下来。伤口就那样吧，先不管了。但我之后我可能要，我反正最近是查不了，因为我来不及，之后还是要提前先预约才能去查，先查。对，好了，我要下播了，现在几点了？10:30。我几点钟？一个小时了，差不多了。嗯，好了，各位再见吧，拜拜。